坐车，现在坐车去，准备一个今天参加一个时尚的活动。个体重秤称一下，咱们在化妆之前呢，敷一个水的膜。真好，哒哒，画完了。看一下今天活动穿的衣服。今天穿的是这样的衣服，有点像运动装。但实际上是一个雪纺的，很清凉，很凉快，很舒适，耶、yeah.卸妆、洗澡、睡觉啦。知否？你是绿肥红瘦。睡前再敷一个面膜，真好。晚安了。吃个早餐。现在要去另外一个活动。我现在在雁西湖的国家会议中心，今天是要录制是那个央视的跨年。准备补个妆。是完全别到回头你就。是。
现在去录一个新年的 ID。 哇，金碧辉煌啊。咱说话十秒钟，二一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郁可唯，悦耳的音乐传递梦想。2019年，祝您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二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彩云追着月儿走，现在去录制啦。录完啦，搞定，换衣服，变，结束啦，现在要回去做一个直播。我同事的妈妈做了饺子给我们闪送过来的，谢谢阿姨。冬至快乐。好好吃哦。马上要直播啦，他们在帮我调试。这期的制片人就结束啦。那其实大家看到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因为我喜欢唱歌呢，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唱歌，每天到不同的地方唱歌。所以呢，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，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每天就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。我可以，你们也可以，加油。